将来到了我们汤姆熊之旅的最终一站，也就是我们要全破时空警察，从五打到一。一的心态哪里有？一，你要去哪找一啊？一我国小喝哎，太久了。啊，我这哪里有啦？哪里有？大桶，大桶金。没有，是我烧掉的那个。烧掉的那个。只有大桶有，大桶应该有。好，我们要完成，我们要先做我们的第一步骤，投弹。对啊对啊
我吃一点伤害。哇，红命中率好高哦！靠 fuck you 呗！哎，我剩一滴血，也太快了吧！背的要踩对，哎，有 QTE 的大型机台，我操，这样很难玩呢。哎，这个瞬间改方向了。Thank you.
不然就三角。Battle. Stay on the panel to switch. 看左边或右边。
按住。那有色素问题啊？看我今天掉太多血了。没事，吓我一跳，妈电量不足，开到一半死掉了。我们就要重来了。啊？没有，我那个移动电源没有按。再来要按左右机车，这是另外一个游戏，音速小子。他只有这句台词，开心哦，他好开心哦。你知道怎么只要讲这句台词？爆发！我抬头啊！啊！总共六关。啊！还比较性感。
是我给你拦下去的智障。这么快，没有，这才六张，剩两张而已。那这样短了，还行还行啊，他每个都一段我觉得。我二还三有做过了，二也有，然后十四块有做过，二也是有吗？小强，你傻逼啊！哇，还准备三个给你们划，会不会太刚好啊？哎、欸，而且一只手可以划得到，好厉害、啊！是。Action! 没怎么打掉。
边有红的了吧？左边有一个。好，哎，没倒。倒。他卡在车中间了。Reload.
哦。剪刀尾刀，剪刀尾刀大师。干！干！他妈干！他妈干！他妈的！老大你妈干！老大打到你要扣一千块。Give him a nice shot. Overhead shot and take him down.
跑好快。我刚画面上看到你切换位置的动作，两圈这样过去。这不是僵尸游戏的。Machine gun. Actions pick up the enemy's devices and move. Oh, fuck! Don't get too close. Machine gun. Machine gun. Shotgun. Hold to the head. Don't get too close. Machine gun.
终于有手榴弹了，是不是？应该。原来我还捡到了。哎，我在外面买两个。捡到了。人家把刀被偷走了，敲钟就输了，是这样解释的吗？我也不知道。No， 拉不住。我靠，你没有摔死，蛮厉害的。不是啊，早上都是虫卵。我靠，地下斗技场。哦，不是 ，Striker。窝过去的。你看那边有四根那个、啊。哦。Machine gun。Machine gun。Action。靠一点八呀！看我几啊？零八。把我又打死了，我还在跑。全力点他，四红哎、欸，接到，这只一红都没有了，哇，这好贵哦，好会剪尾刀、哦，对啊，他是不是搭电的、啊？不要，好像不要表现好像你赢了一样，不用，是我的大鹏展翅，哇哇哇，你谁啊？直接跟我开个玩笑啊！哇哇哇 ！In your face！ 哇！杀掉 ！Taking down the charges up again。应该只要打他就好了。Reload！ 刀刀刀！别刀！哎，还没。我最后在抽绳结结束啊，不对啊。结尾刀，就好像那个凤凰八秒那样，突然打的交尾。应该是还要接吧。没打着、啊。
game for Robert. 他就不能坐里面，要坐外面吗？他就是要站在外面给你打坏。哇！有飞机啊！我飞机而且，你看这个是那个吧？将军我要判你有罪。变整颗。
飞弹，你应该还有在组什么飞弹吧？我猜啊。You are able to start the missile。打那么久都不吃他手就好了，他应该是用飞刀把这个打下来吧？把他手打下来。哦。他应该很弱吧？他裸奔不是吗？对啊。不要聊了，那个。There is more than just one ride in the world。看来是结束了。哪那么多子弹？最后要你踩左右，不用踩到太尖这样。都因为你们 ，The whole mass goes on you. This island， 所以现在什么 ？Conquer smell， 好的。Smell snare。不会选择跟我们继续待在一起了吧？想不到最后还没有满，可以暴走。应该要打名字了吧？Japanese voice actor Luke O'Neill, Catherine Ritchie, Robert Baxter, Cassie Martin, Wild Dog, Wild Fan. 谁啊？你有出现过吗？没有 Wild Dog， Wild Fan 是后来的，好，不是就是 Cass。对啊 ，Cass， 哎没有 ，Cass 是女的、啊。Wild Dog 是哪一个？不是啦 ，Cass 是那个 Casey 才是女的。哦 ，Cass 是那个男、那个忍者。然后拿那个用原本用的同队是 Robber 啊，对，再来高分。Wild Fang 是谁啊？笨爪。第一个吗？是那个狼人吗？好的。第一个打谁啊？第一个是那个、啊。
用实力的那个啊，只有实力白头发的，白头发的 Wild Dog， 那是 Wild Dog， 是 Wild Dog 啊。介绍画面是 Wild Dog。还是我们在之前有打过？怎么快这么快就忘记了？回去看 B O D 啊，稳的啦，稳的啦，我们可以知道过去啊。随便夹啊，反正干那个，说不定夹得到。有了吗？欸、有嘞、欸！哎、欸，真的是秒哎、欸！有没有中啊？你会不会？我不会玩这个啊，你会不会夹？旁边有一个真的，没有中大奖。那就送他过来，剩十五秒。可以，历史性的一刻，抓子。我猜没有啦。根本夹不动啊，我觉得。你不要太在意我，你又不是第一次被骗。没有没有，不能诋毁人家。对。好，最后拍哦。本次影片感谢这个，好啊，可以讲是哪里啦？是六合的汤姆熊，他们是晚下第一层，一层是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对，感谢他们大力支持。对，因为他们允许我们做整个游戏的机台拍摄，感谢他们，拍拍手，耶、yeah ！所以我们今天汤姆熊之旅就到这边结束了，三个这个游戏都破台了，虽然不要在意花了多少东西，过程总是美好的啊、嗯。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一单过不了，就再刻一单，就再刻一单，没错，五十抽抽不到就再抽五十抽，没错，好，就这样了，我们今天说到这边，那拜拜。